我想吃双皮奶。好啊。我呢边系拉肠，呢边系饭。今日咧，我哋就嚟咗帮衬我哋朋友屋企新开嘅拉肠店皮奶。得唔得啊？嗯。要计啊。系啊。第一个。嗰个怎么煮？试下先。好难，就咁淋喺上面。我以为收喺里面。原来牛腩牛腩蛋肠系咁，得唔得啊？啲牛腩？啲牛腩好食，好淋，几淋，有啲偏咸嗰个。辣唔辣？唔辣。都嚟试下先。仲要后尾加豉油落去，唔系好够豉油。呢啲拉肠豉油同一般嘅豉油系唔一样，系比较甜，唔会咁咸。特别豉油。整個拉腸個最主要的靈魂就係呢個豉油，同埋呢個腸本身。唔太多。係啊，甜甜地。新加坡係有銀記喺嗰個 Tado Ai 啊 TDD 嘅樓下，但係嗰間銀記可能係符合新加坡人口味，做得比較鹹。嗰間嘢啲人唔係好多。可能冇咩人幫襯，但係整得幾骨子，我就稱光盤行動。爆炸頭，仲要著依個一個顏色嘅連體運動衣出現，從頭到腳都係一個顏色。搶二代目係直接入去櫃台點餐，自己點餐嘅，係唔使人哋幫手。咩自助餐嚟？自助餐。幾靚環境。代目請我食呢、這個係咩？紅糖雞蛋，雞蛋腸。Thank you.
美国。